近的一个心头好，一个 CP 值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一组，这么高商品，对，当当，同一个品牌吗？这是两个不同的品牌，然后我先讲这个，其实这个呢是漱口水，其实它是一瓶化妆水，因为我敏感肌嘛，然后我其实挑化妆水的时候是很谨慎的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其实化妆水好像是没什么，可是如果你用错，比如一点成分有酒精，或者是比如说它的那个香精添加比较多，我是会马上泛红的那种。然后像这个的话是那时候，因为他们就跟我说我用的量也比较大，因为我很喜欢拿化妆水湿敷，然后就跟我说这一瓶你用了之后，你就是会觉得 CP 值很高，然后用了也不会心疼。你知道猜猜这一瓶多少钱？329，再低再低。再低，200出头，好便宜，这一瓶我才用了大概快半年，4个多月，但是它的味道没有酒精，没有添加物，没有香料，你闻就是很玫瑰，很玫瑰，那就是有，可是不是添加物，有没有？它是纯天然的，我不相信，不相信，200多，可是我是真的。才亏本吧！老师请，老师请，还是它是只有水跟玫瑰两滴？我觉得不像香精，玫瑰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真的。好，我们纯玫瑰它那个塑胶就不行啊。哦，那个味道。可是我用目前用起来是 OK 的哎。Pro 的老师，您个人认为需要老花眼镜吗？不是要先拍照放放大？对，这瓶是意大利做的，这个你知道这个一瓶啊，在他们当地大卖3欧。100欧就是100多块，这么便宜，差不多啦。那大概一倍卖来台湾 OK 啦，差不多，OK 啦。对，它里面就说它有什么花水啊、花的萃取物啊、花果啊、花什么什么的。但我目前用到为止，我觉得还 OK。只是我觉得对我这个包装真的很怪，但我对它的包装是比较，大家都拿过了嘛，哈，塑胶，因为它是塑胶。好，那这个先等一下，反正这个便宜啦。这个先等一下，然后再来放等。应该说先放弃，先放弃。没有，我觉得如果你爱敷身体的时候，所以你要烧火团，就是全部三瓶介绍完一起烧，还是要单瓶单瓶？不要单瓶，这样我会你觉得单瓶压力很大，压力太大，第一瓶不妙。对，这第一瓶只是先一个小菜，暖胃小菜，小菜，小菜。再来这两个呢，是也是我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给我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它比较特别，是首先它是芬兰的品牌，然后再来呢，它是素的保养品，然后它就是没有动物实验啊，然后没有加任何动，就是跟动物有关的，跟植物有关的植物，因为现在大家也会比较提倡环保。然后这个呢，当时我说，因为我前半年都吃素，所以我就想要找一个就是我想要回馈地球的一个保养品。然后找到了之后呢，这个它就是其实代购就可以买到，就是大家可以上网的国外网站，然后它有 APP 就可以买得到。那这个是精华液，然后这个是24小时的修护霜。重点是我也是用了差不多半年，我泛红的情况比较少，但是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现在可能拍戏早睡早起有关系，就是或者是吃的也有关系。但是他们呢，就因为第一个是友善，第二个是价格，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跟素的 vegan 有关系，它的价格是会让你吓坏的那种价格，很贵吗？吓坏又要再猜了吗？来猜，我们先从这个好了，这个一瓶精华799，我1000700多块哦，然后对，然后它的那个整个网站上面所有东西，我前阵才又补货进来，然后我是买了有霜，有这个，然后这个再加上它的眼霜，还有什么护唇膜那些，因为全部都植物性的这样，然后才加运费才不到5000块。哦，这两瓶就是所有东西加起来，这个买了3瓶，然后所以大家可以猜这个24小时的修护霜的价格。900，精华应该会比较贵吧？这个3欧。没有便宜啦，500多台币。可是因为我要证明给大家看，是你看我用到已经剩这样了，快空空赏了。对，快空空赏了，因为我觉得它的绵羊油，对，好像对。然后它因为它是有修护的，可是我觉得质地，老师给你们试一下，这样子会比较有那个。那它很保湿吗？我觉得还蛮保湿。一定要挖一个给他们大家。你本身有酒糟肌吗？有，谢谢。对吗？来分好。很香哎，要差不多，蛮好吸收，有草的味道哎，有草，有草的味，很香，有草味，对，草味蛮重的，果然是素食，蛮天然的，很素食哎。等一下，这个500多块好像可以哦。对，我们那边真的小腾腾哎，我这边老师们都拎练级耶，拎级这样子。还问老师的脸照，他们很严格，很严格。因为我觉得它会不会有那种膜感，因为我不喜欢霜类的东西擦完之后有一层膜的感觉。请问4位爱买团，来，请举牌，1、2、3。
我觉得可以。好，一请先说。因为我觉得艾雅这一次主打应该是说它是平价开价式的感觉，然后又没有什么额外的刺激感。那如果这599的价格加上它的味道的话，我觉得我如果在开价摸到，我会想要买回去尝试看看，因为不心痛嘛。那如果又对皮肤感觉没有额外的伤害的话，好像可以试一次看。而且本身看艾雅皮肤又白又好，那它有说服力，对，蛮有说服力的。真的，来。我个人部分是觉得会不会数量买太多，因为你可能也用不了这么多，我是觉得太花钱的部分我给一半这样。哦，对，但是产品本身我是觉得 OK， 我刚刚直接涂博纹，就脖子，所以它是不粘的。你有听到老师的关键字，就是说像这种东西最好及时，对，要新鲜，不要囤货。对，那后面那两位都要买。对，哇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很便宜，我一定会买来试用。但是如果真的不试用的话，我会拿来抹身体。对对对，拿来抹身体也不会浪费。身体的那种男生，不是有时候身体会很干啊，冬天的时候。对啊。我觉得蛮关键，因为艾雅刚刚说她去专柜买那种很贵的，她反而用会过敏，但她用这个不会，我觉得那就可以用得很安心。OK， 对，好的，开心吧，还不错。